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九个字下。我们在田字格的上中线取一个中间点，这条长横就在这个中点的下方，上斜走笔，中间细走，右边慢慢下压。这条长横不可写得太高，它的竖属于是左垂漏，意思是靠右侧边写直，直接沿着中线往下走，尾巴向左斜压下去，收笔，这样写就很好看了。我们看左侧边缘其实是凹进去了，右侧则比较直，然后平移过去一个点，像我这样，要把它写得饱满一些。整体来看，这条竖一定要弯一点，凹进去的，在中线偏左一点点，不要过去太多，也不要往右侧靠拢。好的，这是下的写法，同学们找时间练习一下。